你喜欢在网络上吵架吗？你喜欢在网络上断章取义散播不实资讯吗？那我的朋友，你有心理问题，同时你更需要的是资料证明。资料证明是你在网络上能大声呛人的免费通票。担心自己的指控赢不了别人吗？只要证明就对了。只要有了资料证明，你就可以大声批评你讨厌的人，让别人找不到你的破绽，让其他人对你那无懈可击的论点感到刮目相看。天哪，我湿了。这是阿甲，他在网络上乱说自己不是甲，但因为他拿不出资料证明，所以就被其他人当成一辈子的甲了。阿甲是甲是别人对他的指控，于是才演变成阿甲证明自己不是甲。但一开始就不存在的指控，究竟该怎么样才能证明呢？答案是你没办法。一开始提出阿甲是甲的人没办法提出资料证明，于是阿甲是甲的指控就是假消息，以假乱真，真真假假真真，阿甲假不真，阿甲真不假。大家要记住，别人没办法证明的指控对你就没有杀伤力，这个时候就换他变成拿不出资料的胡扯小丑了。像如果现在指控你是甲，你就要反驳我说你没有拿出资料证明我是……等等， 我只是在开玩笑。哦天啊，你真的是……哦天啊，我以前都不知道哦，要隐藏那么久，应该很痛苦吧？哎，别担心，我很高兴你愿意说出来，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